来，一个一个轮流。这重量不够重，啊，我要给你贴光脚哎。重量不够重，等一下风一来，摔就翻跟头了。完了，我的东西在那里摔的。哎，我莫想的，算你家弄来的。耐摔，还耐用耐摔。好，开始取镜头。开始啦！对，气势在踹哦，这个气势哦，陈老师哦，我拍片这么，我这么久来第一次看到陈老师，哇，这么帅气的，哇嘞！龙。哦，不搞不搞啊！摇屁股哦，摇屁股，真的是摇屁股啊！摇屁股，摇摇摇摇摇摇。然后老师，你现在啊做假动作就好，不要真的，因为已经斜了嘛哦。啊，你就是悬空的，再做一次假动作，悬空摇屁股，摇屁股，悬空摇屁股，然后把那气势要弄出来哦。那个模型呢，我要拍的那个。练功要写了，要写了。你不用真的写哈，就是那个表情出来。哎，表情很重要哦。练奥的，奥的，抓鬼要奥的。你摇屁股出名，太好了。我用腰部的力量在写字。然后我们待会哦要取两个写啊，那个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是颠倒过来的，因为那颠倒过来才能拍到陈老师跟那个嘴野楼的那个画面。所以待会要转这个360度哦。好嘞，准备好了没，陈老师？啊，准备好了。4、3、2、1 ，Action！ 然后我们再360度转过来，刚好，阿亮要帮忙一下。我露个款。没有，待会再露款。好，现在你看哦，德远楼是你的背景哦，陈老师啊。要这边。你要站这边。你要站前面边。一样哦。那你的笔拿着嘞。那个剧情要跟刚刚一样哦。再瞄一次。剧情要刚刚一样哦。这叫隔空写字。这个背景不一样哦。讲啊讲啊。要下笔了。哎呀，填个笼子。哎，好痛。我下笔给你们看。下笔了。哎哎。哎，对对对对，动作出来。然后落款就可以真的写了，那你落款可以真的写，哎，落款可以真的写。好嘞，落款要落哪里？落哪里？落两点，空的地方就落。来，我看，你不要乱落。别乱落。在这里。啊！终于落了，又加一脚了。不能弄不去就陈老师就要落款落老师站了一个顶队来杨明华丽我告诉你我陈金达老师落款落哪里来我看一下落款有一点小问题落到下那个电脑吊车九月楼九月楼第一次我永远是输的我不会赢没有输只有还没赢我为了输的代志对吧对呀，不要，你要手拿笔，然后呢，气势啊，好像那个功夫啊，呵，啊呢，一样不？陈老师，你要夹一笔，呵，啊，这得有人坑要不要？太想摇摆了，我不能来摇摆。陈老师，你来给我下去改。来，你的气势摆出来。黄威，黄威啊，你两块黄威我主持不？来，谦虚一点的，不要。不是谦虚，现在是剧情需要，快点来。你现在在配合演出。现在演戏，不是演你。你演戏哦，现在不是只有演演黄威哦。现在是演员哦。哎，你是书法界的黄威红哦，会不会？没有的，真的。你要卡你，你卡不卡？我讲，我用两支，就是拇指笔，用两支笔来写。拇指笔。对。
所以叫摩斯笔。我有一次啊，到大陆去啊，忘记带大笔啊，所以我用两支笔来写啊，一支大笔，一支小笔啊，刚好用摩斯笔，那写下去啊，又有那种感觉风格啊，啊，写的不好，就是。啊，那时候行个怪来，赶紧去找着。冲来，修管啦！冲来，那个帽子这样太高了。影子就是这个，哎，冲来，冲来，准备啊！五、四、三、二、一 ，Action！ 好，各位啊，过年好！今天我们到德月楼来写毛笔，我写一个笼子啊，一个笼，我用。两支笔来写，而且还摇着屁股写。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开始啊！为什么电话给我跑过来？哎呦喂、啊，王院长卡了。王院长，我刚刚讲说今天晚上来吃饭。院长，哎，我叫你德月楼咧开书法，你要来哦？我咧算到咧。啊，我暗时来十分啊，我吃四，哎，我这到四点之前就结束。就不用写的了，干了。哦，干了，换一张给陈树明老师再来一次。因为他方向还没，刚才还没。哦，他另外一个方向没拍到。另外一个方向没有拍到。干了哥，没有干。来吧，用这个压一压。我要把底下那一张先拿起来，啊，其他用这板子来压一下。哎呀，你更边压一下，压，一直压。啊，别去搞别的。好，然后，你先背啊。哎，这样好，这样不怕。哎，特别再来一张。你说要写红色的。等一下，先让那个陈世明老师再写一张。哦，陈世明老师过来，再按一改啊。再写一次哈。哎、欸，再来一次。再写一次。那写不丢。来，和平再写一次。嘎仔，我这个超大型的行动电源，还好有这个超大型行动电源。今年是牛年辛丑，对，子丑，对，子丑丑，对，辛丑年。去年是是那个庚子嘛，对，庚子，啊，子丑，啊，庚，台湾啊，对，庚。跟什么？跟。你台湾有什么？你看，你家来过来打完，是。心态。啊，老师一样哈。哎，先生。哎，看，拿起笔之后，然后就看一下风景。哦，那个气势把它弄出来。今年是什么年呢？今年是什么年？今年是那个啊，那个辛丑年啊。辛丑。辛苦的辛丑。阿丑就是那个小丑的丑。是子丑。我记得是辛丑年。啊，我查一下，确认一下。Hello。嗨，老师好。然后呢？居然在那边办活动。对，在拍影片，什么？然后呢？我确认一下哈，不要写错。对，我记得是辛丑。然后陈淑颖老师可以怎么样？哎，落款之前哦，这旁边画一个德月楼的大概样子。嗯，好。
哎、欸，好哎、欸。对，那就书画齐名了 啊， 啊！这也是第一位在德月楼。哎，那就放下，向那边嘛，我画的会比较好。哦，好好，我们先转过来吧。哦、我们的美丽的书童，因为我们的任务又来了，又有角色可以拍。对。等一下啊、哦！哎，看我，看我，你那硬笔看好，你稍等，你还暂时不要跑啊、哦，因为要入镜啊、哦。嗯你要把刚刚在调这个动作都要弄出来。我不要跑哎、欸。哎、欸，啊，你来啊，跟前的巧姐，巧姐嘞。哎、欸，哎、欸，你第一路巧姐无几个呢？那是。头一个，头一个。头一个呢？这只四个姐太假一挂。好了好了，可以 ，camera。我开始写了。开始写了。换主角。哎、欸，主角。换主角来。主角开始了 ，Action！ 也是和平。哎、欸，和平对，也是和平对。我现在盖房子，和平这个和，就是要有人头，要人头盖房子了。然后他们要合作，好，要合作，然后再加一个人。三个就是成为众人，这个在说明我们大篆的缘起和平。好，现在我们再来和平。和平为什么？因为大家一起种稻谷，让我们丰收，年年丰收。造稻谷，稻谷上屋顶，晒到屋顶上。然后再整个丰收垂下来，是哦是哦，哎，这个剧本好。这个稻谷满穗穗穗穗穗穗满堂飞，这就是我们的稻谷满堂飞，平和平。啊，太好了哇！这个画面倍儿亮，倍儿棒的。哎呀，整个都进来了。整个后面。哎，整个后面德月楼都进了，然后那个写的字刚好超搭的。哇嘞！哇，这个画面好。日日和平。Have you seen it？ 这个，watch it，watch it。check it out，check it out， 看谁应该。这个和平站，站，站。站。对，好。啊，你们是要落款？要落款。哎、欸，辛丑年，为洋楼耶，特征就为谁呢？我这边帮你弄彩。哎、欸，弄彩，洋楼特征个为了你。没事，没事，没关系，我可以。对。好，可以睡啦。坐哪里？辛丑年，辛丑年。好、嗯，就、这个。替有需要，超丑了。辛丑年，年年和平。年年和平，月月和平，日日和平，大家一起欢度新年好。我家暂停，哎，转个方向，换个方向拍。对，换个方向。哎，哎呦，好变了，哎，不不不。陈建军是，来转个方向，啊，拍老师的表情收尾。你不转乾坤，扭转乾坤，扭转乾坤，扭转乾坤。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转一次，再转一次，好 ，OK。哎，没有啊，转过去啊，老师要在那个，转过去，好，老师请到那边。
请到那边。哦，你们真会转，你们两个真会转啊！来特写啊！签名，对，嗯，好，已经签好了，签好了，好，好了 ，OK， 好，好对，哦，然后，哦，哇，康龙身体啊，哈哈哈哈，然后，老师，你要不要再补拍什么？没有了，没有了。那个，本来是想说用红色的纸再写一下。好好，给老师来，再来玩一次。因为过年嘛，写像红色。对对对对对。春联也要在这里写啊。没有，写个意思一下，意思一下，红色的有拍一下就好了，有红色，有红的，哎，有红的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哎，过年纸到底你们家在写？对啊，这有故事的。啊，没有，这只是点到为止。这个字是有故事的，这个字是有故事的。对，有故事的。三。大家团结盖房子过新年。等我一下。好。来。哎，糊涂了，这挤挤不住。放下吗？这是好像，不糊涂会破掉。OK， 好，这个转过来，扭转乾坤。又扭转乾坤。哎。扭转乾坤。扭转乾坤。扭转的乾坤的牛是。牛，一个手，一个提手。啊，不用啦，阿姨，今年是牛，你就写牛啊，就写牛牛，好好好。就是因为牛，所以才要留。甲骨牛啊。啊，甲骨啦，甲骨啦。啊，甲骨够较有意思。对，对啊。这个有意思。哎，无意思叫做无意思。有意思。无意思，有意思来了。哎，你这样子不是会不平吗？他要起呢，哪里去？没有，那夹的没问题，夹的人自然有办法。哦，膝盖老光。扭转乾坤。哎，会去这弄来半蹲呢。对对。哎，拍这个都是要有腿力。嘎仔，这下面拍一下，发抖哎。真好哇，这个广角都还好。你的房子呢？房子等一下。还有红纸啊！